开始吧。嗯，没事。那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吗？我们的新歌《Into the Fire》。平时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呢？我喜欢印度、巴西、阿拉伯的音乐。分享一下你的未来规划吧。做喜欢做的事，把它做好。十秒之内，请说出五种最爱吃的食物。西瓜、汉堡包、寿司、火锅、面包。收工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想去游乐园。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是什么？按摩，还有看电影。如果有休息日的话，想和朋友们去哪里休闲呢？我想去长城。OK， 音乐。好了，准备营业。当然营业了，做了104万的直播，很开心。大家都爱叫你卡点狂魔，有看过他们剪辑的视频吗？看过，很厉害。那可以现场营业一下，示范几个比较标志性的卡点动作吗？向大家推荐一下新歌《非听不可》的理由。因为这是我们新专辑的第一首歌，也是为敖宇加油的一首歌。调音计划、按摩精华二合一、弹力王计划、AI 黑科技、小魔兵，蹦蹦蹦弹起来！好了 ，OK， 祝福完。所以说一句最想祝福大家的话吧。希望大家都和我一起自信向前，蒸发学英文。7月30日，104万天猫超级品牌日，不要错过哦。